妈逼！哎呦，妈逼妈逼，困了困了，不想玩了。哎，这就不是麻痹了。哎，这才是我。他打了很多人，小心点。太熟了，兄弟。他打了两个人。二楼把枪打了我。挂穿了。这个二楼吗？对，这个二楼。静音。别进去！开启声音。丢在二楼，丢在这个。啊！我说下一楼了。外面的前面小房里面看到了。上面的外面楼梯，哎，完了，哥们儿，他上去了。外面楼梯吗？没有，里面楼梯。上去了，上去了。找到一个。不是，还有一个。我能加，我只能加一点过点。这没事。哎，把他白了，他翻出来了。一楼，我看了。他从去外面打我们。跑了。走。哇！百分百是挂这个人。打头了。外围墙下坡兄弟，兄弟我来了，两个，我操，被他真空炸了，开一个弹，走，还，嘿，啊，不要，就一个对面。过来救人了，小看到我不管的。我你最远也丢个脸。That's guys 正在给我冲闷。完了呀，被抽了呀，着喽，都死喽，完喽，全兵全海，全中心，三军中心。还不简单，有的买家了。哎，左边进去了。射手加经典。一发兄弟。什么个东西？射手围墙。他跟不太对劲。在哪？家里呢？家里呢？我脸贴脸吗？不是，就在仓库门口，就在仓库门。对，仓库门口。嗯，走 A 把他打死了。妈老子刚给他打倒的时候，他就没对劲。第二兄弟。我操你妈！我三百级，我操！第一波给他打倒的时候，我就觉得他不太行。摸他，他都知道。哎，我都停枪了，还有。